你嘛是来做老板的你。好，我们要留下那个明确的客户资料，对，还有车子的相关记录。好，下次检修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作为这个依据嘛。对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开始做车辆检查，赶快去了。OK。你看，一般哦不太会这样嘞。你看他们就是哦，把客人的车子当做自己的老婆在呵护。哎呀，今天的重头戏来了，哎，米其林。大家都知道是评价一家餐厅的重要一个指标。不是啊，我们是不是不是来玩笑的啦。米其林国际知名的轮胎大厂，我个人的爱车目前使用的就是米其林轮胎。我要强调一个优点，在丝滑的路面哦，那个制动的效果非常强大。米其林轮胎在这方面呢，哇，还真的俄勒也对了。来，我们来修这台营业用车的轮胎。轮胎，你这个车为什么会爆胎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长期的使用，胶质老化，还有花纹沟深已经不足，胎沟已经平了。对，它会出大事的嘞。漂移，你如果遇到积水路面哦，你整个车就滑出去了。对啊，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有仪器可以测量。有啊，胎沟测量。这是拿来测量胎沟的深度啊？可以测量胎沟的深度，一定也可以测量乳沟的深度。哎，他知道。5公分，不是测量我的啦。啊，他的不能测量啦。你们都拿错了，拿错了吗？啊，我们拿错了。等一下，这个要怎么使用啊？开关要打开。打开哦，刚刚我没开开关。把它哦插进去，里面压到平之后就可以看到标准的数据。哦，了解了解了解。应该要在多少的数值才叫？安全范围，因为我们的法规是1.6以上，对，以下的话呢，这个轮胎就堪虑了。对对对对。好，这么神圣、这么专业的工作，一定要交给玉涵你来帮我们测量，好不好？摄影师知道哈。来，如何展现玉涵曼妙的身材？我们身为专业的持家服务人员，在量胎沟之前，要跟大家。大家好，现在为您测量的是胎沟，要有礼貌。大家好，为大家来测量胎沟。再一次啊，30公分，提鞋拜拜啊，提鞋拜拜啊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多少？多少？我1.2啊，1.2。刚刚说标准要1.6以上啊，等于说它少了0.4，就表示要更换了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OK， 现在要示范换轮胎了。好啊，换轮胎。哎，怎么开始？先调压力。嗯嗯哦，不要调得太高。不要调太高，太高会怎样？太高太强，有时候打断螺丝。哎呦，套上，这边不要出来了哦。不会不会，然后这里是开关，就轻轻的压一下。哦，哇，很好玩，很疗愈哦，很疗愈，很疗愈。我来试一颗。哎，我苦的那背没起来。万一要假情侣呢？在安内也在哈。对，要拉正，拉正，安内有正哦。轻轻的按一下就好了，不是按到底，那么喜欢到底，好不好？你刚刚在搞，换你来，换你来，换你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小心哦，绿岸。哎呦，好了，吴叔，你要不要试量看？很好玩，很疗愈，很疗愈，来来来，真的。哎，你好，是有做这个，你有这个天分呢。好，接下来要卸轮胎了哦。我要卸喽。来，卸了，卸了，小心哦。在玉涵面前展现你的腰力，你有办法把这个高举过头吗？男人的腰力非常的重要。对，高举过头，你有办法吗？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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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我下，帮我下。啊，这个要滚去哪里？我们来到我们的公司。哎，玉涵，你来做这个动作很性感，玉涵滚轮秀。哪样呢啦？出大事啊啦！哎，我发现哦，什么事给玉涵来做哦，画面就好看很多。轮胎就要上架了。轮胎要上架。对。铝圈盖拆下来。哎，这是在下。铁轮。
哎呦，幼稚，那几岁的人那边。哎，玉玲，接下来啊，我们就请我专业的技师跟你讲解一下基本的动作。好，来，专业的技师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龙成。龙成，好 ，OK OK。玉涵是你的菜吗？对。那我们现在拳该拆起来了，现在要把它拆起来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胎压还没有泄气，对，还没泄气，要把它做泄气。OK， 泄气。哦，它是哦，自动的，全自动的。然后我们要做上的动作，要拆开会比较好拆开。哦，那这个油可以拿来磨那里吗？哪里哪里有啊？哪里润滑不行吗？不行不行，这是轮胎专用的。哦，所以不能拿来磨自己的皮。对对对对，这个时候轮胎就开始要起。哇，加油！哎呦！哇塞！刘姥姥进大观园哎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装我们的新胎。装新胎，关键时刻来了，有好消息要宣布给大家。什么好消息？米其林年度代表作，我们的新胎来了。哦，新胎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？Travel Ball， S A B Y， 对，差N度 ，S A B R， S A B R， 还有差N度 Plus， I M Two Plus， 在今年第四季有一个金卡客车胎。再跟大家讲一次哦，我们 Travel Ball。以及 SM2 Plus 安全省油高里程震撼市场，大家交头接耳都在探寻这颗胎。米其林的轮胎抓地力特强，那你知道我抓什么特别强吗？抓什么呢？抓住你特别强。换轮胎了，很多人搞不懂自己轮胎的 size。要怎么看啊？要怎么看？那边205是我们的胎宽，205代表 AM。对，然后55的话是我们扁平比，扁平比越高是越舒适。哦，越舒适，就是它这个地越高。哦，了解。那各来各来。然后16的话是我们的英寸，铝圈的尺寸。所以如果你的铝圈本身16寸，你来换车胎一定就是要选16寸的。对，没错，没错。好，要换胎哦，啊，车厂问我们说，阿弟耶，几寸呢？我问谁？亲切的笑容。在什么情况下代表磨损的很严重呢？你可以看的就是我们胎沟的地方，1、2、3个指示点。磨到的话，那就是到我们法定的1.6，就是到建议更换的时候。OK OK。轮胎该换就换，不要省这种钱哈。而最好的轮胎就在哪里？十家米其林，掌声鼓励。那你要不要换轮胎？好，你别这个人风水卖要太好吧？那我们装胎的时候，风水要在7点钟。风水。风水。哦，而且光换胎也要看风水。术业有专攻，闻道有先后，对对不对？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轮胎取起来，就要去做打气的。OK， 来，玉涵，玉涵，我要去哪里？推去车子那里，推去你家。到底胎压要多少才是 OK 的？一般我们会先打到50 PSI， 先让轮胎整个成型，然后我们再放气。基本上的话，以这台阿迪斯来讲，大概是标准是33 PSI， 33到它原厂配车的标准。OK OK。哎呦喂，气爆，蹦逼胖，蹦逼胖。这个轮胎该准成型。所以这是合理的啦。对，亚西郎。那我们现在要做轮胎。轮胎平衡很重要吗？很重要啊，轮胎板会产生孔洞哦，这就会造成驾驶不舒服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车开久了哦，开着，怎么方向盘自己在抖？对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胎的平衡出问题。平衡不了。好 ，OK OK OK， 谢谢。来，这套仪器是从美国太空总署空运来一台。哎呦，全世界除了这里之外，只有 NASA 有。哇，天哪！好的，哇，完工，轮胎呢已经装置完成了，装上这个轮胎不得了了，让你的车从路边摊当场变成米其林啦！哎呦，那我们也好人做到底啦，没有没事的吧？那没有，还有，还不能没有一张开车履历见证表，我们所检查的
各大项目。哦，这个哦，讲白文就是要让客人知道你的钱花在哪里啦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我们帮你做了哪些事情？这个就是你车子的病例。今天特别要感谢我们这个是慈家永义店，慈家永义仁武店，太好啦。好，所以呢，有车子这个维修的需求呢，啊，就欢迎到我们这个慈家汽车啊维修中心，啊，一定能给你一个最满意的一个服务啦。那你的那个 Uber 朋友也不知道跑去哪里了，对对对，不如呢你就在玉涵回台北好了。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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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次谢谢布里，谢谢。好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啊，对，第一次就再向再一次就再向。我记得那个时候还帮你安排那个女王班的女王班的女王，自己跳下。对，毕竟我是学徒出身的五油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橄榄油、沙拉油、地沟油、爱老虎油，还有嘞，还少一个，还少一个，还少一个是什么油？你知道吗？什么油？沙拉黑油。山水是哪山水？矿泉水、自来水，还有羊水。